我叫 Parcel， 咁咧我就喺醫學院工作咧，就大約四幾年啦，大約八分好似講年，好似係啦。咁咧我就喺呢一度嘅解剖室裏邊係負責做解剖護理工作嘅。咁所以我嘅 title 就係一個防護師啦。核突是真的，因為我做的防護的 case 有一些雖然是很正常的一個遺體，即是他的先人他過身的時候都是 OK， 但有一些不是那麼 OK 的，可能他的病令他整個身體的外形是 很不同，可能是很崩緊得很厲害，很扭曲得很厲害，或者可能是整個人受到其他骨骼或者是水腫等不同的情況出現，但是即如果你說再 worse 的話，就是撞車啊、跳樓啊，開頭去做的時候就也不是很慢的，當然是，但是為什麼之後慢慢會多了，即是那個歸屬感或者成功感，我想是多一些是當開發了有一個模擬老師的那個具體編程計劃，其實他用多了一些原本的才能啦，或者不同，因為即係讀書的時候可能即係其實都不是讀藝術嘅，讀設計或者讀marketing嘅嘢，所有嘢呢啲嘅變相好像在開發呢個模擬老師計劃的過程裏邊咧，就用到很多原本自己一些即係識嘅嘢。咁做防腐嘅過程就除咗要令佢唔會變壞，其實某程度上咧都要修復翻嗰個外觀。咁修復外觀嘅過程咧，就即係當然唔會諗到話好似整容咁樣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對於一啲家屬都重要嘅，等佢可以喺瞻仰嘅時候咧，可以見到佢嗰個親人咧個面容嘅時候咧，佢會有一個好差嘅。嘅影像咧就留咗喺佢心裏面，咁雖然做呢樣嘢對我嚟講都係有意義嘅，大家覺得即係捐物呢個計劃，即係中國點會接受啊？即係你有咁多嘢做，要做嗰啲先咧，搞咁多嘢，香港一邊。有43000人死，嗰陣時中大一年得十幾個嘅遺體，仲要都係冇人係遺體嚟嘅。我就諗，其實如果你肯出去做一啲講座啊、宣傳啊，嗰啲醫院貼下海報、打下小冊子啊，有電視上下，有報紙訪問講下，上電台嘅 up 下，43000人過身，你只要呢40000多人入邊。裏面1000個人，你說服到一個人，咁你已經有40多人嘅遺體一年嘅喎，1000個人說服一個人有幾難啊？我心諗，嘢出現咗有啲契機，其實你嗰刻可能都未必知道，即係你可以。即做嗰啲乜嘢，咁但係當有個心係，我都嘗試一下啦，即係唔好俾自己嘅心靈咁平穩。即係時咧，我覺得即係尤其是我好明白，20多歲嘅時候，如果仲可以承擔到一啲風險，或者可以去試，就應該係試。因為我覺得咧，有一日咧，到我慢慢年紀大咧，我都會走向冇走，或者可能到有一日我有仔女嘅時候咧，我都會為咗仔女咧而可能放棄咗一部分。即係原本我堅持嘅都唔出奇，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要去嘗試啦。每個人嘅生命，佢只要仲活着咧，都係有意義嘅。因為你可以做緊啲好頹廢嘅呢一刻，咁但係你可以跟住嗰刻，你可以做啲。
即係幫緊人都係建議嘅嘢㗎嘛。即係我每日我都會喺業務電話打下機，所以我老闆都會有時問啲同事講生死教育，你又會打機嘅點解？咁但我唔可以 keep 住我24小時嘅生命都好有意義喎。呢個係啲現實，呢個就係我咯。呢個就咁雖然我都會打機，雖然咧我都會食啲健康嘅嘢。咁有時候我都會食啲健康嘅嘢，即係我都會控制住。咁即係人係好現實，就係咁樣。我唔係一個聖人咯，即使我係做呢啲工作都好。咁所以你問我大部分人係咪有好意義咁咧？其實就等於頭先我講，其實唔使咁有定冇，係合定大。我呢個朋友咧係就係好經常都係好在狀態，都係咁樣嘅人。咁其實我就好佩服佢啦，即係又做嘢又做到即係好長時間，但係仲可以抽時間咧繼續去進修啊，去考啲牌啊，去做嘢啊。咁但係咧，當幾年慢慢過去咧，佢開始都會忙到一個程度咧，叫唔係咁。再可以成日都約到去即係見面，去傾下偈，做下唔同嘅嘢。咁咧係但我仍然都覺得啊，咁因為佢要忙，即係佢有佢忙碌咯，唔係嘅。咁但係到有一段時間，我知道啊，可能佢工作佢遇到啲困難。咁大到第二日的早上就再在另一個朋友度有個消息再翻嚟俾我咧，咁話啊知道原來咧佢已經發生咗意外，已經過咗身。我都幾即係嗰一刻嗰陣時，我都幾後悔。其實我冇一浪覺得好似冇打俾佢，會有啲影響咗之後嘅事發生，因為佢係大佬嚟，都幾同我原本我講我呢個朋友呢、這個。事件咧，好似係引發啲咧，呢個引發點就係令你去反思翻一啲可能係你生命嘅價值。其實你追求啲咩咧？如果我知道我將會過身，我嘅選擇我都係快啲翻去，即係揾得翻我嘅親人，同佢哋睇下有啲乜嘢大家想做嘅一齊做啦。